各位同学，我们要出发了，要往花莲的方向走了。大家早，出发了。拜拜，千禧山庄。好景，这边长椰子树，真水。哇，就开始的上坡啊！今天天气也很好。你要看不要落啊？应该看不，今天黄汉波上瘾头啊，应该看不要落啊，没回归线。啊，北回归线都搞啊，底下你啊。嗯，就是在到了北回归线了。啊，紧。哎、啊，因北回归线刚才停啊，又休息一下。哎呀。这边的北回归线，咱敢有停过？有啊。一届尔吼。哎，咱就走海线。要来吗？看你啊。岸线的北回归线标志，前几天还是三线的北回归线标志，是对吗？有啦，看到造型也不太一样。啊，不然再拍好啊。好，那我们下去拍照了 ，OK。先在这里广播了，拜拜。去哪里啊？去哪？来，现在来到北回归线海线这边的北回归线，它这支跟山线的支不一样。来看一下这些风景的。嗨，今天气袂歹啊，无涨太多，昨暝有落雨，昨暝有落雨啦，差不多八九点啊遐有落，无大，普通的啊，袂讲足大迄种的，昨假期敢若落足大。头前放原住民的歌袂歹听，昨暝佫睡了无好啊，阿妈讲佫闹着啊，哦，即摆活袂过，艰苦个，好行，要来翕相啊。好啊，先安尼，较大个落，拜拜。